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空中主日崇拜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让我们存着敬畏和感恩的心，一起来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天父必看顾你。
弟兄姐妹，我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保罗一个里外医治的人。保罗一个里外医治的人，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五节。世界上有很多杰出的人出现，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群众就轰动欢呼，他开口讲话，群众就热血沸腾，五体投地。他的理论被人家讨论研究，他的愿他讲的话人家就愿意来听他，人们愿意跟他去改革，去奋斗，去献上生命。但是你发现过了一阵日子以后，人们渐渐发现这个政客，这个人物，他口是心非，前后矛盾，里外冲突，就质疑他，就对他失去信心，他的威望渐渐下降，他退出舞台之中，他的名字只有在历史的博物馆里面才能够看见。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时间虽然隔了2000年，人情风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他仍然在说话，他的生命仍然激励着众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保罗影响神学家、宣教士、传道人，保罗影响基督徒，也影响非基督徒，他翻转整个文明的世界。你问保罗为什么能够写下如此辉煌的篇章，他凭借的原则是什么？他生命的特质有哪些？他靠着什么力量为主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使到无数的人为他的生命来感谢神？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五节来思想保罗一个里外一致的人。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来读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存尊敬的心恭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遂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复活而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上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说我读了以后我还要再读多一遍，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他所启示的神学，他所教导的真理，他所探索的深度，他所涵盖的广度，他所引起的震撼，他所产生的影响，非笔墨所能描写，言语所能形容。在这伟大真理的面前，我们赞叹，我们感恩，我们谦卑，我们赞惊。老实说，我深感不配，我深感不配来跟弟兄姐妹站在你们的面前讲解这伟大的真理，这深奥的经文。
但是靠主的恩典，我可能所讲的是非常的浅薄，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从六个方面来思想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是敬畏主，第二是凡事透明，第三是运用智慧，第四是只为真理，第五是感激主爱，第六是为主而活。以下我们一一的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敬畏主。经文十一节上，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Therefore, knowing the fear of the Lord, we persuade people.” 从以上保罗的话，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知识带来执政，执政产生行动。你问保罗知道什么？回答：他知道主是可敬畏的。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读到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读到神的名是大而可畏的名。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读到神所行的是大而可畏的事。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神的日子称为大而可畏的日子。今天在这里，我们读到主是大而可畏的主，主是大而可畏的主，因为他是真理，是公义，是圣洁，是信实。主充满无限的智慧、威严、权柄、能力。主是全地的主，他是灾来之王，是至终的审判官。他要照个人的行为，凭着他的公义审判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人类的第一个人到最后的一个人。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主除了要审判世界的罪恶，主也要审核基督徒的工作。圣经说，每一个信徒要在基督的台前被审核。这个审核如何呢？回答：主要审核他交付给我们的工作，他要审核我们今天如何服侍他。如果我们是出于纯洁的动机，是照真理的教导，是为荣耀神，是为爱神爱灵魂，主要赏赐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私欲，是出于人情，是为了得到自我的称赞，我们做的就要被火烧去。但是我们仍然得救，却要像火从火中经过一样，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场面。不过我们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可爱的，他是可亲近的，他令我们日夜的向往他，渴慕见到他。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也是威严的，他是可畏的。主的威严使到使徒保罗不能无动于衷，主的可畏使到保罗不能不起来行动。你问保罗如何回应主呢？他采取什么行动呢？圣经的答案是他劝诫人，他用圣经的真理劝诫人，用基督的爱劝诫人，存敬畏的心劝诫人。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劝诫他们要离开偶像，要离开世俗，要归向耶稣基督，要与神和好。对基督徒，他劝人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忠心的侍奉，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保罗这样的
劝诫，出于真诚，出于热切的心，并且是很久的日以继夜的。从上下文看，保罗劝人热切的程度到一个地步，到什么时候人家以为保罗发疯了，保罗癫狂了。弟兄姐妹，你有劝诫过人吗？人家会觉得你已经癫狂了吗？如果还没有，你还不够近。但是劝诫人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弟兄姐妹，劝诫人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劝诫人必须付上极高的代价。为什么？因为魔鬼在人的心中建造自高自大的营垒，因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服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难。今天我们去向人传福音，他给你很多的借口，到至终的真正的理由在这里，真正的理由在这里，其他都是借口。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句话是真的。另外，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说，世人要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这样的缘故，劝诫人的工作并不容易。可是尽管劝诫人的工作很难，保罗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的威严，他知道主是可敬畏的。今天有人说，我很爱主，我非常爱主，耶稣，我深深的爱你，我知道主是可畏的。但是他知道了以后，他拥有知识，却对很多事情无动于衷，连同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他也不在乎。有人问他，你的孩子怎样？他说，孩子大了，就让他们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吧。弟兄姐妹，愿我们效法保罗，既然敬畏主，既然知道那可畏的日子要来到，我们必须劝人。我们劝人，因为知识带来责任，责任必须履行出来。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二点，保罗凡事透明。经文十一节下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英文这样说， But we are well known to God, and I hope that we are also well known in your consciences. 这以上保罗两次用明显这个字，明显的意思是赤露敞开的，是光明磊落的，是没有隐瞒或者遮掩的，是被神深深知道的。保罗第一次用显明是对神，是在神的面前，是在神的鉴察之中，是为神所知道的。保罗第二次用显明是在信徒的良心里面，就是在信徒良心的权衡底下。提到在神的面前是显露的，显露的，明显的，保罗使用肯定的语气。提到在信徒的良心里面显明的，保罗只使用期待的语气。
他说我盼望，我盼望。弟兄姐妹，我非常欣赏使徒保罗这样的说话，因为对神他用坚定的信心，用绝对的信任跟信赖，但是对人保罗非常的谨慎，他对人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他有所保留。我的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孩子啊，有什么事情你对神说，不要对人说。他说你向神说你就堵住破口，你向人说你就开破口。对人希望大，失望也大，但是你对神盼望大，信心大，那个结果神要赏赐你，无可限量。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我在扶持主上没有不可告人的计划或者打算，没有隐藏的或暧昧的意图，我的里面就是我的外面，我的外面就是我的里面，我知道我里面所存的，我在主的面前是显明的。保罗这样讲，我要启发，要启动哥林多人的良心，叫哥林多人来思量他的为人，并且能够明白过来，承认保罗的侍奉是出于清洁、单纯、诚实，没有虚伪，没有造作。从保罗以上的自白，我们也是看到神的仆人的两个方面，神的仆人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是为神所知道，另外一个方面他为众人的良心所印证。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是正直的、清洁的，另一个方面他在人的心里是诚实的、透明的。一方面他用爱、用真理来侍奉神，另一个方面他让人了解他侍奉神的真诚，以致可以尽量的去避免误会、避免猜测、避免怀疑。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三方面，运用智慧。经文第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以上的经文保罗讲三件事。第一，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假的教师，这些假教师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凭外貌，就是看家庭背景、看个人的学历、看社会地位、看外表、看口才。第二，他们不凭内心，就是不看内里的诚实，不看他是否敬畏神，是否有神的呼召，是否效法耶稣基督，是否有纯正的动机，是否合乎真理，是否有爱心，是否过圣洁的生活，是否结出光明的果子。他们不看内心。第三，他们是夸口的人，就是说夸大虚空的话，说谄媚人、讨好人的话，说表面的话，说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的话。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制造混乱，产生纷争跟分裂，他们妨碍信徒灵命的增长，他们是教会的败类。所以在这里经文第十二节讲三件事。第一，是在教会中有假教师，保罗从三个方面去描述他们。第二，保罗说哥林多的信徒听从这些假教师的谎言，听到这些话他们不敢吭声，他们不加思想，不分辨是非，
他们偏听偏信，他们还听了以后就议论保罗，批评保罗，质疑保罗，他们不以保罗为荣，却以保罗为耻，使到保罗非常的痛心，写下了哥林多后书。第三，面对假教师的毁谤，面对信徒如此的懦弱，保罗怎么做呢？保罗向哥林多人回顾自己门主的呼召跟侍奉神的经历，以致哥林多人能够因此他的回顾回应那些毁谤保罗的人。弟兄姐妹，保罗绝对有必要再一次的向信徒来举荐自己。保罗既然觉得有必要，我在这里也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回顾神的仆人保罗。以下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神的仆人保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保罗在母亲杜弗林的时候就蒙神的拣选，他生在基利家的大属。犹太人的拉比说，保罗14岁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他在加马略的门下学习犹太律法，他接受最严谨的教育，他成为法利赛人，他成为公会的71个会员之一。犹太人的公会就等于今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是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但是后来他厉害的逼迫在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基督徒，他从祭司长得到文书，可以到大马士革去逮捕那里的基督徒，把他们捆绑带回耶路撒冷，下在监狱的里面。但是正当使徒即将进到大马士革这个城市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有从天上的光比正午的光更加强烈，照在保罗的上面。主向他说话，主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主与保罗说话，接着主差派他往外邦去传福音。保罗自从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从仇恨耶稣变成热爱耶稣，他从一个法利赛人变成一个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他从藐视福音变成传扬福音。早些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爱传扬基督的福音》，他从要消灭教会变成建立基督的教会。保罗的脚中遍满整个亚细亚，他建立教会从亚洲到欧洲。有圣经学者做一个计算，把他走过的路，无论是在陆地走的，是经过海洋的，做一个计算，保罗为传福音他走超过10000英里的路，他到过多过50个城市。在真理的领受上面，保罗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到乐园里听见奥秘的话语，领受神给他特别的启示。另外，主耶稣多次向保罗显现说话，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他写信给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写信给腓利门、给提多，他写信给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保罗写了13卷书，占新约圣经的1/4。
他的书信精辟地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基本跟重要的真理，他的书信回答了建立教会跟基督徒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保罗又在很多特殊的场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在犹太公会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在希腊的首都雅典，在当时最高的哲学宗教论坛亚略巴古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在巡抚腓力斯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在巡抚菲斯都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最后他到罗马的皇帝尼罗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这样继续忠心的服侍，直到最后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道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保罗生命改变的见证，保罗服侍主的见证还很多很多很多。有的人去神学院，他专攻的就是学习保罗，保罗的人生，保罗的侍奉，保罗的神学。当他读完 PhD 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来思想保罗学习他，但我对他的认识还不到十分之一。在教会历史上，保罗是耶稣基督最杰出的门生，他是基督大能的得胜，他是神荣耀的见证。但是假教师厉害地毁谤他，无情地攻击他，他们用最卑鄙的方式讲论保罗所教导关于恩典的真理，他们贬低保罗的人格，他们挑战保罗使徒的新身份。你问保罗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的？回答，保罗他没有直接的跟这些假教师理论，他知道直接的回应假教师不是明智的，没有好的果效，跟这些假的这些愚妄的人，不敬畏神的人理论，这些人会断章取义，他们会扭曲保罗的意思，他们会制造把柄，他们会更加厉害地破坏保罗，故此保罗不要跟他们说话，保罗只转向信徒，装备他们，与他们回顾教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他如何在逼迫中，在患难中，在危险之中来到哥林多，他如何亲手的与他们来啊，他如何亲手的工作供给他的同仁，他不连累教会，他又如何传福音引人归主，他如何教导真理训练门徒，纠正他们，鼓励他们，陪伴他们成长，借着这样的分享唤起信徒的回忆，既兼顾他们的信心，也增加他们对保罗的认识，确定保罗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产生对保罗的尊重，更能够帮助信徒在真理的关照下觉醒，直到他们可以做把保罗跟假教师做一个比较，认识到假教师的错误，然后抵挡拒绝一切的虚谎，把歪风邪气通通给赶出去。弟兄姐妹，我再强调，保罗没有去跟假教师见面，没有跟他们理论辩论，他只教导信徒，兼顾信徒，这是智慧，这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思想谨记跟效法的事情。箴言这样告诉我们，你不要跟愚妄人讲智慧，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愚妄来破坏你所讲的智慧。
主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他不但不会珍惜，他要践踏，他转过来还要咬你。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四方面，只为真理。经文第十三节说，我们做过癫狂是为神，做过谨守是为你们。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以上的经文，第一，假教师对保罗的攻击；第二，保罗的辩护和他的解释。我们先看假教师对保罗的攻击，在这里很明显的，他们说保罗癫狂了，意思是保罗发疯了，保罗的神志失常了，保罗是否太过的兴奋，过于人常规的体统，显得有些愚昧了。他们这样说，企图叫信徒离开保罗，不要接受保罗的教训。他们说，你们怎能去听一个疯子呢？他们煽动说，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却说他认识耶稣。然后他放弃做法利赛人的荣誉，保罗不要结婚，他不顾安危，不计较利益，不分昼夜，不分区域，不分对象，不分远近，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全然投入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还攻击保罗的教导，因为保罗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向他和其他的门徒显现，耶稣任命他，差派他往外邦去传福音。保罗又教导说，末了圣徒要复活，教会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耶稣要再来，要审判世界。这些假教师因此说，这些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所没有的，保罗的头脑是有问题。这是多么阴险恶毒的攻击！这些假教师自己不会、不懂、不愿意去劳苦，却要抢夺别人工作的果效。他们就进到哥林多的教会，散布谣言，抹黑保罗，目的是要动摇信徒的信仰，要分裂教会，妨碍信徒灵命的成长。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部分，保罗如何为自己来辩护跟解释。第一，保罗说，我们做过癫狂是为神。保罗说做过我们癫狂，在这里保罗不介意假教师给他戴癫狂的帽子，他不介意，他说好，如果你们用癫狂这两个字来形容我，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癫狂绝不是因为头脑不正常，绝不是因为我的作风烂漫不受约束，绝不是为了要吸引人的称赞，乃是为我的神，为着神怜悯世人的心肠，为着神他所托付给我的职任跟使命，为了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为着圣灵正在教会当中的运行，为了所神所定剩下的时间不多，为了神他给我生命的日子非常有限，为了神所交付给我世上的灵魂，为了神的国度就要降临，为了神的旨意要成就，为了神的名得荣耀，保罗说为此我不能空闲，我不能怠懈，我不能缓慢，就要凭着信心顺服圣灵，快马加鞭的奋力工作，努力工作，尽力工作，竭力的工作。你们说我是癫狂没问题，但是我这一切所做的是为神。第二，保罗说就是谨守是为你们。你说我当初和理解谨守呢，谨守的英文是 of sound mind， 所以谨守是在理智的运用跟悟性的警觉上。保罗知道哥林多信徒属灵的程度，
文化风俗生活习惯，所以他的言行举止，他的为人处事都照着规矩，他谨慎自己，约束自己，在信徒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操作，以免人以为他奇怪，把他看成不正常。为着这样的缘故，为着要造就信徒，为着要使到信徒得着益处，他谨守。弟兄姐妹，难道保罗没有自由吗？当然有，但是为着信徒的缘故谨守。在这里你看到两件事，保罗为体贴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在神面前是自由的，他没有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拘束，他完全的享受神。但是为了信徒的缘故，在团体的当中，他凡事有节制，为别人着想，不叫别人有妨碍。我想这就是个传道人在神在人面前必须保持的一个平衡。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说在神的面前，他用灵祷告，用灵歌唱，在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那是非常兴奋的，是快乐无比的。但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当中，他宁愿用悟性讲五句人们能够听得懂，能够造就人的好话。你问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回答，一个在神面前越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越能够在人的面前有爱心，他不做害羞的事，凡事循规蹈矩，顾念别人的感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在神面前的那种自由热情搬到人的面前，也不要把在人面前的那种拘束搬到神的面前。你到主的面前，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举个例子，在祷告上，你跟神可以祷告5个小时、6个小时。你说，主啊，我在你的面前非常的快乐，在你的面观之中，在你的荣耀里，就像摩西在山上40昼夜，他与神面对面，非常的亲近，他不觉得肚子饿，他不用吃东西。但是当摩西来到百姓当中的时候，他凡事照着规矩，身教言教，他如何教导百姓，他自己也遵守。下面我们讲信息的第五个方面，感激主的爱。经文第14节上半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New King James 这样的翻译说，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s me，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s m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说，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ntrols us。 在这里保罗不是讲服事的动机，乃是讲服事主的动力。保罗服侍者的动力是什么？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这个字是一个很美的字，有个很好的画面。第一个意思是胜过，胜过。比方在那里有一块大石头，人拿不起来，你推不动它，但是有一个洪水来了，就把它冲走了。所以洪水的冲力胜过石头的重量，这是胜过的意思。同样的，基督爱的力量胜过我们人的顽强，我们的固执。基督爱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神要我们到的地方。激励的第二个字的意思是掌管，掌管。
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股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做平常不能做的。感谢主。保罗想，耶稣基督为拯救他从高天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放下一切的尊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担当保罗的罪，替死在十字架上。正以弗所书，保罗说这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深深地激励着保罗。保罗又想，从前他抵挡基督，他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在最终他是个罪魁，但是神仍然怜悯他，拯救他，呼召他，让他悔改，给他机会服侍神。保罗想到基督如此的恩典，就感恩不尽。保罗又在想，既然自己已经把生命完全的奉献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福音的使者，是神恩福的管道，基督要他往哪里去他就往那里去，基督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基督要在哪一个方面使用他，他就欢然地为主所用，基督是他的一切。保罗更想，在一生当中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比顺服基督更尊贵呢？有什么比拯救灵魂更实在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的使者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保罗想到这一切，就勉励自己，传福音的代价虽然高，却值得去付出。传福音要走的路遥远，但这是应该踏上的征途。传福音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这是应该去经历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怕遇到艰难，怕的是在艰难中没有遇到主。如果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遇到主，这个艰难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保罗因此全然的摆上，他勉励基督哥林多的信徒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巴不得我们今天服侍主传福音，也是因为有一股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这股力量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成长基督的爱比任何的动力更活泼，比人间任何的情爱更伟大。人间的情爱像烧酒精一样，酒精烧完了，火就熄灭了。人间的情爱像烟火射向天空，当它开花的时候，大家兴奋一时，大家喧哗，但是随着烟火的消灭，兴奋喧哗就归于平淡了。但是基督徒服侍主受基督的爱激励却完全不一样，主的爱是永久的，越久越深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为主打这个仗，美好的仗，我们就能够为主来跑单跑的路，守所信的道，直到见主的日子。不久以前有一个人送我一本书，讲到多少的宣教士从欧洲从美洲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如何在中国献上他们的生命，像 Robert Marison 马里逊，像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像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这些人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他们献上他们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们。中国自己也有传道人，像我们的贾玉明牧师、宋善杰、王明道他们，这些人如此的服侍主，在我们现代有更多更多，就不一一提说了。
不过他们之所以如此的热血沸腾、日以继夜的服侍主，就是因为受基督爱的激励，就是基督爱的激励。我的母亲常常说，世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不是物质金钱，不是枪支武器，不是强权政治，不是学历知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改变了无数的生命，拯救了无数的灵魂，扭转了人类的命运。求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在基督爱的激励下过生活，服侍主，敬忠。人对我们怎么说不太要紧，主对我们怎么说最要紧。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六方面，为主而活。经文十四节下到十五节，保罗说，因我们想一人尽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每一次保罗谈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是的，每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有个极其深远的意义。第一，基督的死是替死，是代替，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是圣洁的代替我们这些污秽的，是自尊自荣代替我们这些卑贱的，是完全的代替我们这些不完全的，是生命的主代替我们这些败坏堕落的人类。耶稣基督的死是替死。第二，因着耶稣一人的死，众人就都死了。这里可能你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因着一人的替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耶稣一个人担当全人类的罪，受了审判跟刑罚，对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等于他们也受了审判跟刑罚，因为耶稣的死是担当跟代替。就像你替我去服兵役，就等于我去服兵役了。政府不会说你还没有尽公民的整份，因为有人已经代替你了。所以耶稣受刑罚叫我们不用受刑罚，耶稣死叫我们不用死。你要问第二个问题，耶稣一人怎能代替众人呢？耶稣一个人怎能够代替整个人类呢？回答，因为耶稣是神所指定的，是神所承认的代表，他如何信靠他的人就如何，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标准。就像一支军队代表整个国家去打仗，这支军队得胜了，就等于整个国家的军队都得胜了。我再重复一遍，就等于一支军队去替国家打仗，他打胜仗就等于整个国家打胜仗。耶稣基督他得胜了，在他里面的人，信他的人就得胜。第三，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经文说，因着耶稣替我们死，因着耶稣还清我们的罪债，我们如今可以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当如何活呢？我们当如何活呢？我们岂可逍遥自在，任所欲为吗？我们岂可继续活在背叛中，滚在淤泥里，过着自私骄傲诡诈的生活吗？我们岂可为自己的喜好活吗？我们可以常常来计较自己的得与失吗？答案是断乎不可，千万不可。弟兄姐妹，想到
基督为我们死，想到我们是主用他生命的重价买赎的，我们就不敢再为自己活，乃要为主而活。但是为主而活不是一个好听的理论，为主而活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乃是向着标杆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路，乃是过神从上头召我们来得要我们过的生活。谢谢主。昨天我有机会跟英文部的一位谈心，他说，牧师，为主而活很难，我天天在征战当中。我说我们都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为主而活像一场征战一样，你并不孤单，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我们都如此。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不过我很愿意跟大家唱一首圣诗的副歌。唱这首副歌，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唱，唱这首歌作为我们向神的祷告，作为我们向神的感恩，作为我们向神的承诺，也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会唱。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随你。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他行过奇妙的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他右手施行救恩。耶和华阐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前行出公义，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歌颂主耶和华，用情和诗歌赞美他，用号和叫声歌颂他，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他行过奇妙的事。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他右手施行救恩。耶和华阐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前显出公义，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歌颂主耶和华，用情和诗歌赞美他，用号和叫声歌颂他，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耶和华阐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前显出公义，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歌颂主耶和华，用情和诗歌赞美他，用号和叫声歌颂他，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接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bow our heads. Let's receive the benediction from the Lord. 但愿天父的慈爱， Now may the loving kindness of God the Father,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And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和圣灵的交通，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与弟兄姐妹同在， Be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ry day and every moment, 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 Until the day Jesus Christ returns back for us, 愿主牵着您的手， May the Lord hold your hand, 每一天与你同行， And may the Lord walk alongside with you daily, 愿他安慰你， May the Lord comfort you, 扶持你， May the Lord uphold you, 坚固你， May the Lord strengthen you, 保护你， May the Lord protect you,医治你， May the Lord heal your sickness, 给你一切的力量、智慧、资源来为主而活， And to live a life for God with all His resource, His power, and His wisdom, 在生活中活出见证， And to live a testimony in daily living, 结出圣灵的果子， And to bear th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来荣耀三位一体的真神， To bring glory to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主必与你同在， The Lord shall be with you,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From now unto eternity, 但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 And now may glory to the triune God in heaven, 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 Glory to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地上平安归于所有的弟兄姐妹， And peace on earth be to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就是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 It's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 waiting for the appearing of God.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We bless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